什么？对，形容非常好，第二生命。我这次去了米兰跟纽约，每一次走到店里好像都会看包包。我不知道女孩子为什么对于包包有一种我觉得有点致命的吸引力，就不管大包小包、腰包，你知道化妆包、购物袋都会有一些狂热。我自己本身就是。那有买什么战利品？有哎、欸，我买战利品买到就多买了一个皮箱回家。不是我，你知道我很乖的是，觉得是去工作，没有时间去买东西。结果没想到下飞机那天正好早上10点，米兰所有的精品很多精品都开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原来我第一天就可以去逛街，早上10点开始逛，觉得很开心。虽然7点半就关，可是那个时间，我觉得女生的那个战斗力很强。我一直觉得我的皮箱是够装，结果回来带了一个全新的皮箱，就觉得我自己还蛮厉害的。